启胜中心因为慈济科技大学学生跨海探访，顿时热闹起来。受病痛所苦的圣友脸上有了笑容，还跟着哼唱起来。也有病友感动落泪。洗肾中心已经很冷了，然后还要洗肾很痛，而且我就是有问阿姨，然后阿姨就说她一个礼拜要洗三次，然后她已经洗了四年了，然后就觉得很舍不得。这是全马第一间，也是槟城唯一全免费的洗肾中心，多年来帮助许多因病而贫、因贫而苦的病友。担任解说的王正莹就是从肾友成为志工。他们很亲切，而且我不能接受洗肾啊，他们还会带肾友。我觉得哦，原来连婆婆都能接受自己洗肾，那我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勇敢地面对下去呢？感恩学生们今天可以来送爱，那让我们的肾友家人受惠，那欢迎大家回家。带着满怀感动与感恩，此刻大学生紧接着到大爷幼儿园培养滋润希望的新芽，此行成就生命，也增长慧命。大爷新闻之声美志工蔡雅纯、张义川，马来西亚报道。